两位请起立。两位请起立。阿贵，我解错了。我对了，对，我对了，对了，我没有听清楚。来，两位请出题。Go。好 ，Go， 就是要让你速记嘛，对不对？歌手一定全面厉害。哎呦，哎，是一个办法哦。我紧下一个地标。李荣浩吗？李荣浩，幸福是赢了。李白吗？年少有为。年少有为。帅到分手。对呀。交往情。交往情，忘记你是我的影。你是什么白影？阿力，大大的拥抱。哎呦，哎，几分这？几分这？你们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分很高哎。我觉得会按，我觉得会按的。好 ，OK。不要担心我自己。一名，一名，一名，一名。加油！这种关卡是他们队长最害怕的，好吧？两位准备了哦，现在是比数是一比一哦，请出题。天真，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。我等的窗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你是我，你是唯一的牵挂，我只爱你。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，虽然心太急。开始，谢。好，我们要对答案吗？有需要对吗？有需要对吗？什么叫做红不让你懂了？哎，庾澄庆情非得已，任贤齐伤心太平洋，张宇趁早，趁早，ESH Superman， 哎 ，Superstar， 再来谁？梁静茹的勇气，一把炸，强哎！这一关对 Kid 来讲至关重要，好不好？开始。是，哦，这个很脆皮哦，都放我们的好兄弟的歌哦，哎呦，突然忘记了。好，你看刚刚就过了快，已经剩下八分钟了。哎呦，我都忘记了。Three, two, one.汤茶，好，两位请起立。两位请起立，公布答案，来，来，谁？周星驰。对对对对对啊，蔡明佑啦。苏打绿小情歌。苏打绿小情歌。哦，一样。茄子蛋，各爱一半。各爱一半，都对。小鬼。你不一样。我解错了。哎，我对了。对。对了，我没有听清楚。你 yes，